惜一切代价杀死这个小姑娘，就是陛下给我的任务。好一个一剑横扫千军！风致小心，只怕九宝神光已挡不住他的急速攻击啊！你的同伴失去了你的辅助，可是有性命之危的。就让我看看你能挡多久。如果再次被他们突破，后方大军暂无还手之力。林三，受死吧！